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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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哎，我叫刘全和。哎，我叫刘全力。天生一对双胞胎，我们是亲兄弟。从小来当兵，等是部队来学艺。喜欢说相声，是主要演花季。出国来比赛，是来到意大利。100多个选手，我们拿第一。不是咱吹牛啊，是咱把他比。金色奖杯，哎，那是荣誉。今天到这里呀，是就像到家里。朋友和战友啊，是个个笑嘻嘻。问寒问暖拉家常，亲切了不得。哎，组织的培养你千万别忘记。哎，别记刘全和呀，你记住刘全力。那是为什么啊？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不知道？真不知道。师傅不是告诉咱哥哥让弟弟。哎呀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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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他们两个人啊，经常啊，有时候出去，我说你们不行啊，你们到处说说这个，这老师说是姜昆老师的学生，对，你们说你得说话呀、啊，还得到天津干嘛？对啊，但是他们两个人呢，说实在的啊，有时候有的时候很多人说的这个哥哥弟弟分不清楚啊，实际上我呢，经常带他们俩出去演出的时候，我给大家介绍，我说你们呀、啊，用通过性格，通过性格，你们看，一个人呢，他是一看。他非常活泼，一看呢，这比较憨厚。对，憨厚的就是哥哥，活泼的就是弟弟啊。这哥哥特别憨厚，憨厚到什么程度呢？有一次我跟弟弟借了100块钱，我一不小心，我还给哥哥了，哥哥人二话不说就搁兜里了。我就这么一介绍。实际，但是我跟你讲啊，真是啊，因为他们两个人，你们看。他们俩人在台上，你说热闹不热闹？热闹、啊、快乐不快乐？他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委屈啊？有。没有。谁说没有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。你比如说他们两个人同样荣誉到来的时候，两个人你说给谁啊？对，只能给一个人、啊、是不是只能给一个人？谁呀、啊、哥哥让弟弟啊，哥哥让弟弟。所以你看，弟弟当了我们北京市杂技家协会副主席，中国杂技家协会副主席，你看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，你看看全是他、嗯、一人，你看全主席呀，你是这是主席副主席，主席在这儿了。我们俩不是。我看着这件事情，我有时候老想，我真是这哥哥是真了不起呀、啊，对啊，什么事情都让着弟弟，因为他们俩人同时在台上演出，对，要流同样的汗。是吧？要费同样的力气，要做着，应该说是共同的做着贡献。对，凭什么没有哥哥一份呢？对不对？是呀、啊，我师傅在各方面老提携我、啊。这么一说呀，我真的想送你三个字儿。哪仨字儿？你傻呀！你也傻呀！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今年呢，我们全国评最美的志愿者，这个荣誉落到了哥哥身上。哎呀！